家好，我叫 Mavin， 那我是来自 MAE Global 这一家公司，同时我也是这个品牌的股东。那么呢，今天 MAE Global 它其实是一家专注于身心灵健康跟全方位成长的公司。那么今天拿到这个奖项，我相信也是对我们行业的一个认可，也代表说过去六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在对的路上。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可以借着这个奖项跟借着我们的力量，帮助市场上更多的女性一起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全方位幸福成功人生。那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上海荣誉女企业家大奖，对于市场上的女性而言，是一个让她们有机会被看见跟发光发热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的这个 event 也可以让到市场上更多的女性更勇敢于展现自己的魅力跟自己的实力，让她们被市场上面看见。 Supporting women, building futures.